嗱真係喎，嗱本來係30蚊嘅，而家就20蚊就搞掂。好，唔該曬啊，多謝。71又有優惠做啦。嗱，如果而家咧 download 一個 BOC Pay 個 Apps 咧，用二維碼買嘢咧，每一日25蚊就可以減到10蚊啦。嗱，呢個 Apps 大家快啲 download 啦。全身銀聯二維碼，有關境外咁樣 ，OK， 要用二維碼先得嘅。嗱，頭先佢話咧，頭先佢話咧用買25蚊就減10蚊啦。咁我哋咧就而家要知道啦，佢一定要有個二維碼出嚟嘅，咁所以咧就一定有呢個二維碼先得啦。啊，等我打翻密碼先。好啦，密碼我打咗啦，咁就可以。出了这個二維碼，这個叫二維碼。總之你有辦法令到手機出現这個二維碼給錢，就可以25蚊減10蚊。OK， 我們現在去買東西了。選了很久，我就選這個30蚊兩支，那就選兩支。這個韓國的傳統，試一試這些新東西，那30蚊即是減10蚊即是25蚊。好，現在過來試一下。OK， 我買兩支啊，麻煩。跟住我用依一個俾錢嘅，咁就俾付款碼，跟住打密碼啦。等我打密碼先。好啦，就出現咗依個付款碼。下邊度啊？阿姐姐，我數你。哦，唔該曬。咁睇下係咪真係減咗廿蚊先？真係喎。嗱，本來係30蚊嘅，而家就20蚊就搞掂。好，唔該曬啊，多謝。这个减10蚊的优惠是由1月2号至到1月31号。今个月25号就是过年了。到期时买糖果饼干都用得着。快点 download 这个 Apps 啦。希望这段片对大家都有用啦。多谢晒，拜拜。我拍的片其实是包括了家庭的主食、有好东西的介绍、朋友的关怀、旅行的分享和购物的乐趣。做下家务，唱下歌仔，都是想同大家开心一下，希望大家多啲嚟睇下啦，多谢晒。